国人对于买一送一优惠总是特别偏爱，每逢有咖啡饮品推出买一送一，总会吸引大批消费者光顾。而在此防疫期间，为提高出游意愿，饭店业高单价的房价也推出买一送一活动，让旅客赶到住宿房价愈高的房间赚愈多。包括香格里拉台北远东国际大饭店、六福旅游集团目前都在强打住一晚送一晚，旅客可善加利用。台北远东大饭店近来促销活动不断，除了即日起推出每道菜180元至1388元不等的外带鲜食，代超胡椒枪达孤朗城科族帐果子纸批推出住一晚送一晚优惠，即日起至2020年8月31日止，尊荣城景客房入住两晚或是两间客房各一晚，仅需12000元起，原价一晚就要19200元，现在平均每晚每房只要6000元，约原价的31折，皆含两客丰盛早餐，若续住第三晚还可以优惠价6000。